梅香最近来说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春天必胜公有咱所推广的节目，那是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春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16449，咱拢会当利用。时间咧过足紧的吼，今日有个礼拜二啊吼。24、26日有开课办事啦吼，伫遮感谢大家对于慈莲必胜宫的爱护甲支持啦吼。啊，若需要香品啊、香油款、素茶、贡巴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、山高宝，或者是吼金盖绿、蜂胶牙膏、合力美，啊，是咱有咧食、有咧保养的观世力啦，啊是讲啊健步灵啦、印加果油啦，吼，啊是吼咱有咧食牛樟芝啦、低剂啦。这拢是咧，予咱保养身体吼，身体若健康，活了才有趣味啦吼。而且呢，祝大家开车大吉，工作中顺利啦吼。那每双呢，感恩啦吼。咱一向真甲咱支持的一挂道长真贤啦吼。啊，感谢恁的赞叹甲吼，哈每双有一个机会啦吼，来为大家效劳服务。9点到10点这段时间。由美香来给我们人生破刀啦吼。今嘛要教咱的道祖所讲的《来修篇》第20章。今天呢，慢慢的讲，哦，把它呢讲完了啊，大家呢听了会较清楚。天地之正气，曰浩然。浩然曰者，坚亘不转，锐气不沉。乃天地纯真之象，肺腑以人心，尽则可隔天地而气鬼神。终极彬彬人，不可反假。凡人先天之性，处一气根基于元性之中，后天聚集，造物精欲之弊，弊就是弊端的弊。起落失常，随时春耕变化无定。良知现即现，良知若现，灵性就现。为时不占，元气变失。根据后天之六欲围绕，变为喷火之气。人之体也，既受精欲入侵。当随性欲而进退，昔日既久，又无锻炼以还初。既然咱人也无锻炼以还初福，即深渊一堆，万劫不可复也。人之性也，可正可邪。现在讲可正可邪者，直中则正，偏倚则邪，因缺我们的坚毅之勇。从而自知，
古圣云：慷慨赴死意，而人间之间呢，瞬息浩气一起，无生死之恋，无受恶之役，一念根真，慷慨赴死，初中之恨也幽隐，将勇就亦难，若灵灵处，即非己有何人之气，废而革之，决然成人。如汉之官圣帝，宋之岳飞，岳武王文丞相，文天祥，岂能成圣成贤？当然是具备浩然正气，有以自知。凡举学道之事，应明思虑，如何培育？咱人要哪培养？书地气气不动，枪管一怒者，喷火之气也。人然不过面者，何人之气也？欲修何气？先别正邪，气邪扶正，得合天心。天人之心合一，即何人相存？犹及心日日塌乎天地之间也。正邪既分明，善恶当真，当自别，进入人道修真，即会当通达，免啊通天达地，无妄而不利也。这就是咧讲到咱《太上》第二十篇，这二十篇呢，伊咧甲咱讲的，拢是咱修学做人的道理。啥物叫做好人之气？人若卖学歹，咱即马现在人还阁是失去伫即个领悟认知当中啦，失去。但是有时阵，咱嗲讲失去，凡事也是得到，就敢那世上人，有参悟到讲，咱唔对，那么呢，浪子回头的意思。既然是浪子回头的意思，如果你的生活中唔捌拄到痛苦，生做安怎？你要安怎去体会到喜悦的存在？无可能啊！那世间上，那无迄个失去，要他有得到？无失去，要哪有得到？那得到又搁啥物稀罕甲珍贵吗？敢是金银财宝？唔是啦，得到是啥？你放下是幸福。得失的只是一个过程，这才是功夫啦！这才是功夫。少了许多的抱怨，人无法算计；但是名利跟财富多跟少多寡，人生在人性当中都有一种悲剧的倾向啦。老是喜欢望未来，老是向往的地平线哪一端的神奇。但是我们想的都是一些有的跟没有的，所以现在道祖要给你直接给你肯定给你解释，他要给你解释什么？当然他也是要让你了解，让你了解说人在这个世间不是看得到的名利就是得到，如果失去的名利就是损失，不一定，有的人是因祸得福，无做官，反正无用来官，无因为贪污臭名万世哦。如果咱人做一个平凡人，第一项无人会甲咱批评，第二项咱食的饱穿的少，咱都爱感恩感地，感恩父母，感恩天地父母，感恩所有一切万物，生养着咱的人类。天地一浩然正气是为这来的呢，何人也食？坚强不绝，锐气不停，那这就是咱人一个坚心尔。乃天地纯真之强，人的心有法度，予天感受到你的纯真，感受到你做人看法真正确，你有坚强，你有这个锐气，当然是你的个性，甲你的悟性，甲你得到。你反省，你参透，已经有够，
所以你才有捌这个问题、这个代志。所以讲天地是纯真，大家拢知影。天地你不去惹他，天地不会惹你；人你不去挑衅他，他也不会来揍你，那是一定的。那叫做恢复一人心，即进即退，可给天地而气鬼神。即个讲终极彬彬人而不可凡，咱人呢凡事啦，吼、哦、凡人啦，有先天之性。但是这个先天之性，这个原性之中，既然你都去学精欲，把你压榨去啊，你都已经安怎失常啊？人会失常无？会啊！啊，无要哪有这无带无钱，人个车一台水水伫遐，啊，你看了嫉妒，咱散到要死，人好嘢人塞这一只车这侪钱，我石头起来我就甲讲个破，这种就是咧发泄你家己，发泄你家己，你又低。但是又不肯努力，你只是会去怨叹别人、嫉妒别人，这种的心都唔对啊！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先天压榨，气落失常啊！吼、哦，水势寸更变化无定啊！良知现就现，为时不坚，怨气变失。所以咱人去学啥微调呢？咱人去学。所有的个性，甲咱家己看到的这花花世界世境，略略甲你微调了呀。所以你到这个喷嗔恨的嗔，嗔恨的嗔，这个嗔恨啊造出来。吼、哦，你看别人穿水，你嘛感觉袂欢喜；看人驶好车，你嘛感觉袂欢喜。为啥你袂共赞叹？你袂感觉讲人个是辛苦换来，人个是用伊个智慧换来？用伊个吼，伊个事业吼，坚持用伊个信念换来，即所有一切成绩，即所有一切功名，即所有一切利禄，拢是用伊正知正见去找来的话，你都袂使共怨叹。那若如果呢？那是伫咱即卖咧讲个八大行业里面，咱用的是无好个手段。甲人博歹交，害人倾家荡产，放某放囝，这种就叫做唔对。这就叫做啥？后天的六欲甲你围绕掉咧，你就变成亲情火就真大。所以人的体呢，是受这个情欲甲你入侵吗？当虽性欲而进退，咱人爱有法度抵进退。古早人讲抵进退为一英雄，昔日介久。咱无锻炼，免啊错福，免啊个回到当咱原来原真，咱就对着深恩呐，对着伫深恩万劫不复安尼。所以道祖要甲咱交代讲，人之性也，可敬可邪。现在我边边一个囡仔生落拢足天真呢，只要伊还袂大汉，伊就拢足天真呢。吼、哦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原性拢是可敬可邪。集中即静，吼偏欲即邪，所以咱人也是去互偏的，就邪念就走出来。因为咱无坚毅的即个勇敢，咱无法度去学较早的圣贤人慷慨赴死。是安怎讲？你较早咱咧拜啥？咱五月节咧拜啥？拜屈原。屈原伊敢毋是为着要去讲，讲一寡互皇帝听？皇帝无爱甲采纳，伊呢感觉讲安尼，我学即身躯，而且所有的拢是要为国家效劳。既然皇帝都唔采纳我的意见，那我这个肉体放到世间嘛无意义，所以就跳，伊就跳海。咱只有肉粽侪通食，吼、哦！哎呀，搁有温天祥呢，吼、哦！温天祥，吼、哦，官羊啊，官十八年呢。咱人若无一念坚贞、慷慨赴死，初衷免哪有显现出来，免哪有这忠心，啊，免哪有这神通好拜，无可能嘛。所以咱讲将阳就亦难呐，若人将此则非己有浩然之气。所以人若无浩然之气，非己过之，绝难成人。咱家己毁咱家己的身格，咱家己毁咱家己的一生。就敢那关关云长同款，吼、哦，
啊，甲这个甲武无王同款，拢是王，拢是将。一个是宋朝，一个是三代的时阵咯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星星星象啦，吼、哦，拢讲是人要安怎星星生一个贤者。所以咱讲，浩然正气，有意地志，机缘合道者，应明事理，如何培养？哦，需要知影讲气气不同，冲冠一怒者，你的情慧，你的亲人心的气呢？当然啦，代志就发生的足大条的。凛然不要，吼、哦，国勉啦，浩然之气，欲修浩气，先别先要，吼、哦，先把咱这个正邪气邪扶正。好、哦，德合天心，天人的心爱合一啊！天人之心爱合一，你才有法度和人相存呢。好、哦，由于咱这么心心阻塌，天地之间正邪分不清楚，正邪既然无分明啊，善恶当然就无分别啊。这人要做善做恶，哦，个人家己去，人讲进退啦。有的人讲进退两难，有的人是智慧有，偏偏在行歹路。所以人讲修炼修真爱通达啦，你无通天达地，无往而不利啦，是要安怎叫做修行？要安怎修正？所以呢，德甲实本来啦，哦，道祖要甲恁讲，咱人来世间出世啦，老天是公平的啦。他给你，吼、哦，关了这一扇门呐、啊，一定会替你开另一起，另一扇窗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就像敢那人同款啦，吼、哦，世间呢，爱用时间来把握你的人生，你爱真正有醒悟有改变，你家己未来的命运是掌控在你家己的手，所以道祖讲得意识。本来就是一直拢伫咱人个身边咧徘徊嘛。你要爱得，也是要爱失。如果你无运用智慧来看清楚因果所造成的得失，那你就烦恼代志当然会愈来愈多。吼、哦，会记你，吼、哦，一次遇到了什么事，你必须要去用事来体悟，用事来提升你家己啦。你若有把握你的人生，你才有真正改变你家己未来的命运啦。吼，这是今仔日第20篇，就甲恁讲到这啦，吼。
咱即马伫讲，难关何关不敌请，人啊拄着关啊，叫做关卡。啥物叫做关卡？因为三，咱人来世间吼，有即个三世因果，是拢家己做诶。吼啊，来咧叫苦，叫天叫地，嘛咱家己每一个人。讲难关何关不敌性，本无难事现心性。无知世界本是相啊！吼、哦，人呢要回转，要回心转意，步步难啊！啥物步步难？应发十方度量方，未失灾福难回地啦。母定千年无儿归，就是意思就讲老母等咱几千年啊，还佫无一个囡仔转到厝啊。也阁无一个囡仔转去甲摇伫世界，不明咱自身天元灵呢？咱的自身是天元的灵呢，所以咱的九天母娘，也是讲咱的地庙，也是讲咱的五庙，雷声传心，吼、哦，应发十方，是要度这龙凤儿女呢？但是这龙凤儿女未失得财甲福，无法度去回头呢。所以讲，等千年万年，日无归啦，不明自身天元灵啦，吼、哦，来声叫苦无人知，难关何难难过何关不敌性，所以咱就讲，灵主降世受业磨，灵主降世先来去予受这业力甲你磨，唔知影回心转意，你唔知影回心转意向道行呢？啊、当然啦、啊，母娘就是安怎，啼啼叩叩，雷声传心道啦，应发十方度量方。即个所有即个灵啊囝，咱爱忏悔也免忏悔，爱忏悔。你若无忏悔，吼、哦，即世人啦、啊，你拢无机会，无机会好倒转去啦。是安怎讲无机会好倒转去？因为我们被这个，吼、哦。人间所有一切，吼、哦，甲咱绑掉咧啊！咱绑的是绑儿女债、囝儿债，吼、哦，还佫甚物债，还佫有啦，还佫有足债、感情债，安怎绑拢绑袂离啦，吼、哦，安怎绑拢绑袂离。所以即卖呢是天温四福享太平的时代哦，但是地富幽冥苦悲哀，是安怎讲？足债少年囡仔。吼、哦、啊！因为即届新冠肺炎啊，死足侪囡仔，死足侪老人，死足侪中年人，死足侪少年人，所以地富幽冥，苦悲哀呢。人心浮动，唔知福，三级末劫，祸劫已经来啊！咱要来招贤纳士，福鼓励，合心共进，正善根呢，积乐在心，发愿行，遵行遵守三宝忏呢。哦，这呢，你若如果讲唔了解讲，咱即马这个时代到底是啥物时代？天开风云转，吼、哦、转轮盘，地立大川江河海，人盘道德心不顾，三温转化福正本，财政永德福果缘，涵养善德转人心，积善宏愿慈悲门啦。德美扬善，吼、哦，写所有兄弟姊妹爱同心合力啦，为着咱的母娘，唔通互伊安尼哭啦，真正母娘真的千年万年等无灵啊囝转伊，几千年啊无新的神仙，通我去甲伊接收，敢无足凄凉的？所以人讲心念转个弯，讨厌变喜欢啦，心灵转个弯。悲观变乐观啦，这是要甲咱讲的吼，一寡道长真贤啦，拢知影吼。野火无牛天地阔，田嘛空厝嘛空，换了多少吼主人翁，金嘛空银嘛空，死后何残在手中？咱这拢是成事宜，但是呢，咱无多一个愿意去甲了解，天开地动。照光明，时空无始亦无尽啊！地魄
山开云枪声，离魂入魄五运气，人心不顾强，强业害，好缘聚因转轮回啦。哦，这是最近吼、哦、啊，咱要讲起有真济咱家己的这吼道友啦，吼、哦，也是咱家己的这地主啦，吼、哦，拢会写一挂啥，写一挂，互咱家己吼、哦、去了解一下。了解一下，一世人一世人一条路，一个人一世人一条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观念、心态应该要对了改变。你若无对了改变，天运免啊束缚，免啊以德为本。吼、哦，你体悟天心，世界才会带动呢。修道修为在于正己啦，善行良知本性所现啦，海纳百川，融合成一。三才运转神圣归真，以道为一，念转于心，扬善美德，源远流存啦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咱即马花花世界啦。吼、哦，嘛，每双嘛希望讲，咱这道亲呐，真的了解牧羊的苦心呐、啊，牧羊的苦心呐、啊。今物咧吼，讲时代变迁啦吼，时代安怎变迁？咱今物人拢住公寓啊，吼住公寓，第一人拜地基主也无方便啦，拜地基主无方便啦，过来就有拢起二三十层，有诶起五十几层啦，吼烧烧金也无方便，拜地基主也无方便，有诶人讲厝内底连拜公妈嘛无方便啦，吼因为咱诶囡仔拢大汉啦。大家拢去住公寓，那个要叫请公妈去拜，伊感觉讲请公妈来拜，第一人位置歹找啦。佮第二项就是啥，内底烧烧金一年爱五大祭啦，伊嘛毋知影要为对拜去，所以伊嘛毋知影要为对拜去。哦，啊，咱较早庄稼人啦，那咧起厝，咱咧起迄个五楼起的迄种的，迄有无？五间起的迄种的，内底安身位拢安伫楼骹，吼、哦。外口一定要安门神呐、啊，安门神。咱即卖门神有门神无地食香烟呢？为虾米？门神护卫就是咧甲恁护体，咧甲恁护啥物体？护咱的厝体。卖有遐所有诶，吼、哦，伫咧外口面诶，吼、哦，咱定讲往事诶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灵无归位诶，吼、哦，也、啊、是讲
啊，伊都是一个这有死去，无人家做功德，无人家做啥，吼、哦，伊这条灵，伊会出来偌偌蛇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来看到这间的囡仔有细汉囡仔，为什么会去甲教闹遐囡仔？因为咱即嘛蒙神无咧拜，外口的蒙神无咧拜，你既然蒙神无咧拜，就无蒙神好甲你扶持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囡仔呐，细汉灵较无知。啊，这个囡仔命格本身较基因，这也无通啊食的，这好兄弟啊，吼、哦，唔是七月才有好兄弟啊呢，你茫误会呢，吼、哦，这所有五阴十类的这，伊拢会走入去甲你搞乱，囡仔甲你，互你爱啦，吼、哦，互你爱，你就会去问神啦，问神了后，啊，就拜床母啦，吼、哦，拜床母嘛是一项啦，问题是咱的囡仔元神啊足弱的。足阴体囡仔出世都唔是足惊心的囡仔，特别咬口，特别咬哀，暗时也特别歹带。咱即卖人敢有咧拜门神，足少咧拜门神的。吼、哦，啊门神即卖，门神嘛是一个职位呢，但是来这个世间，哇，他大家拢起大楼啦。吼、哦，一般来咧拜拜拢简单啦。门神拢已经拢提了了，足少人咧拜门神，啊，这门神免啦，这门神煞无头路呢，吼、哦，无头路。即马梅香要来讲啊，就是咧讲门神，吼、哦，有一个真恶毒的妇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死了后呢，吼、哦，有做足伊在生做足侪歹代志，鬼要来甲掠，吼、哦。掠去了后，就甲蛋伫个即个地狱个火坑内底。伊厝内底呢，曾经呢，捌供养过护法神，就是门神。所以即个护法神呢，看到伊伫即个火海内底真痛苦，希望会当甲伊斗三工。即个门神就走去，即个护法门神就走去找菩萨，去甲菩萨求情。伊对菩萨讲：“菩萨啊！”这位信女呢，伊曾经伫菜园啊，捡到一条蛇啊，施舍予一个乞食，你这嘛算功德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虽然做的是小功德啦，吼、哦，啊菩萨啦，吼、哦，你着安尼大慈大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都有做伊上无啦，吼、哦，伊歹心，但是伊看到迄个乞食，吼、哦，伫要摕伫捡呀，所有的童工啊，有诶无诶。在找无一条绳啊，头更更的歹咧。伊看到一条绳啊，怎啊等互伊啦？等互迄个乞食，安尼这嘛是算功德啦。所以吼、哦，伊就甲厝内底观世音菩萨讲啦，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啦，吼、哦，用伊这条绳啊吼去火海，吼、哦、去甲伊吼救起来啦，吼、哦，看会当伫这个火海当中呢吼，甲救起来。予伊呢，卖阁伫迄个所在受着火，吼、哦，诶、這個，即个吼处罚啦。啊，即、這个菩萨呢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护法神呢，赶紧呢，甲即、這个吼、哦、菩萨一直要求，是因兜个门神咯、哦。因兜个门神较早有得到伊个香烟，但是伊知影讲，即个查某人老大人本地嘴着歹，啊嘛无做啥物德行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也找无啥物款德行好去甲菩萨要求啦，要求菩萨吼、哦、去甲救啦，吼、哦。照讲，这锁啊呢，要互伊呢，甲伊讲哦，伊讲你爱扭我条哦，伊爱扭我条，吼、哦。即马菩萨呢吼、哦，就派这个护法神讲，我已经甲阎罗王讲完啦，伊若有真正有忏悔，有迄个福报，即马落伫着火坑顶悬。吼、哦，伏伫个火坑，啊，火坑足深个啊，足济人拢伫遐咧烧啦。但是即条锁啊，弹落，吼，着看伊本身是啥物款个，啥物款个想法，我才放伊甘休，才会当互伊过世间出世啊。伊即马好，即、這个边个门神吼，即马观音佛祖已经去甲即、這个吼阎罗王讲情啊，着摕着一条锁啊。予即个门神讲，你既然要救你，吼、哦，较早你有得到伊个香烟，吼、哦，你要去甲伊个火，吼、哦，个火堆要甲救起来，
安尼你就将这条绳啊去甲揪，吼、哦，啊你就甲叫你的祖庙的名，较早伊有甲你烧香，伊叫你的名，你就安怎？啊你就叫伊讲揪绳啊，你甲揪起来。这个护法呢，吼、哦，去到遐的时阵，小心翼翼哦，就甲这个吼绳啊甲揪落。我即马绳啊一个藏落在下底吼。哦哇，烧真人买啊！甲你要甲我揪起来，较袂去火烧，直接烧。伊嘛买，伊嘛买，吼、哦，伊嘛买，伊嘛买，就变成讲，大家拢要抢迄条绳啊！这个时阵，火海内底侪人呢，嘛较紧的要对起来。这个查某人一个，伊的劣根性又搁暴露了。只要大家来揪迄条绳啊，伊拢甲斩，大家都甲斩好落。大家拢甲站好落，这条绳啊呢？伊讲这条绳啊，唔是你的呢，这条绳啊是我的门神吼，来伫要救我呢。恁拢无资格要甲救这条绳啊，伊就是无一种度量，伊无一种度量，吼、哦，所以无这种度量呢，吼、哦，倒遐直直抢，直直抢，直直抢。伊那互别人一个升起来，伊做尾后起来，安尼伊不但做足大个功德。结果伊毋是，每一个人若甲揪着锁啊，就甲斩；揪着锁啊，就甲斩。都是毋互因揪锁啊起哩，无要互伊照这条锁啊会当救因。吼、哦，伊都敢若伊一个人要起哩，伊个自私呢？自私甲安怎？自私甲迄条锁啊，怎啊去互火烧伊？怎拄好无迄条锁啊？啊，迄、那个护法神呢？一直甲讲吼，啊。我甲你要甲你救吼，啊你！你阎罗王讲要考验你的德行了，要考验你的慈悲呢。啊，要考验你的德行，考验你的慈悲，就是看讲你这条锁会当渡几个人起来，你才有得将功补罪。吼、哦，啊你结果一个你都唔可以起来，所以你只好嘛是伫这个所在，吼、哦、入火坑，等到你受完补丁，即所有的。即个所有冤亲业力，拢有忏悔完毕，你才有机会离开即个火坑。甲伊个祖庙安尼讲，煞一个当即个查某人，搁再搁落落去吼，伫火坑内底，即个护法神呢，我那哭啦。即个农夫才知影讲，即条锁啊，其实呢会当救足济人出海。菩萨想要借即个机会甲考验，但是伊无忏悔之意。伊还阁是遐尼凶残的个性，没有经得住考验。这个公案要甲咱讲，讲一个人活伫这个世间，唔是只顾咱家己，是爱先救别人，咱才有机会做功德。关键就伫遮，所以咱跪去吼，即个阎罗王甲神甲考验，考验也未过。所以讲人性本性，伊就显露出来，在生什么款的人性。死了后，灵魂就会显现迄种粗残、无自卑的个性。所以，足侪人家己拢无感觉讲吼，咱为别人好，就是为咱家己好。你照顾别人，就等于照顾你家己。还愿帮助别人，一旦你甲咱家己的利益牵上关系啊，伊就袂记你别人啊，只想着伊家己。结果呢，佮家己送入地狱，入了火坑。这个护法神呢，伊知影讲，国救嘛无效啊。菩萨已经去甲阎罗王讲了，要给伊有机会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伊确实做无到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只要会当善意去帮助一个人，你终有一天，你会得到别人的帮助。其实善甲恶就在一念之间呐。所以咱人讲拜门神哦。拜门神，伊无雕金尊也无啥，但是伊是护法。护法门神，你有早唔开一张香，可比讲咱内底若有拜观音菩萨啦，是讲有拜神啦，有拜公妈啦，吼啊外口吼有甲装一个门神。拜门神啊，门神就是属于伫甲你护持，吼啊咱即卖人起新厝，吼啊伫个吼楼顶咧拜拜，大家拢。大家拢甲门神放袂记哩啊，吼，拢甲门神放袂记哩。有诶囡仔会歹带，
就是咱家根本就无咧拜门神，门神无法度甲你顾，即所有杂灵要入来，门神无法度甲伊动。吼、哦，门神你也看，咱啊正月初一啊、初二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咱二到三十暝，若有门神的，咱会去买门神，买两张门神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买两张门神去甲搭咧门道的遐，吼、哦，门神搭伫咧门的遐，吼、哦。边啊，就用一个迄个香公啊，去甲插一丛啊香。吼、哦，你若无爱用两个，你甲插一丛啊香，对咱有帮助。为啥呢？咱即卖人遮尔敖发生代志，吼、哦，咱毋是讲带公务毋好，因为带公务呢，咱即卖人带公务第一人嫌昏，吼、哦，地基主嘛无拜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个囡仔，吼、哦。嘛，一般拢坐电梯的啦，门拢开电道的啦，拢门咱的门拢开电道的，毋是正门入，咱拢是为左吼、哦，咱讲伫咱的所有的这个吼，伫起的这个吼、哦，咱像讲，咱后去这个大楼去看，咱拢是为后面门入的，毋是为头前门入的，所以呢，吼、哦，咱有真济吼格局啦。真侪甲咱起厝的即个吼头家，伊无去叫一个会晓看风水地理的人，你要共起一栋厝，互迷人，咱一向拢无伫照迄个格局行，吼、哦，左进右出拢无照迄个格局行，吼、哦，入门就见啥，入门就走卡，吼、哦，有的人入门就看到厕所啊，吼、哦，人讲开门见厕。还是唔好嘅代志，入门来看到灶卡，就咧煮食，这嘛唔对嘅代志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若要买厝，要买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吼、哦，高楼越高的那一种，吼、哦，要买厝，你也爱去看一下格局，吼、哦，看格局才去买啦。吼、哦，有个人真啊住袂平安，原因拢伫遮啦。所以有时阵，咱为什么勉强要讲这予咱听？因为捌的，我若无甲恁讲，有时咱后生查某囝要去买厝，买迄个厝，果子甲咱拢无，甲咱家己本身的完全甲咱人住的迄个果子拢背道而驰的，迄、那个囡仔歹困。啊，放这边嘛唔对，蚊虫要放这边嘛唔对，要放那边嘛唔对，安尼话，这个囡仔歹困。吼、哦，果一项，有时阵吼内底头路。无啥啥嘛袂顺，因为咱即马拢建商拢是啥，你知无？我都好赚就好啊！哦，我都只要有偌济地，我都实在讲的啦。大家厝起了拢想过头，空间拢想细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灶卡甲厅拢夹做伙吼，完全无隔开的，吼、哦、这种啊，这种格局拢唔对的，会有火神呐、啊。所以有时阵吼。哦咱若要买厝，我那就爱叫人会晓看去，甲你看一下，吼、哦。若讲就爱一间厝买着千外万的，你也着叫人去看一下，吼、哦。唔是咧看水的啦，是爱去看讲啊，你的生肖是有下啥物方向，啊，这间厝对你住有对你有帮助，厝咧住爱有平安。这是要甲恁讲，我也无咧卖厝，但是我嘛爱甲恁讲，厝爱。爱有你的方向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甲恁讲到这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拜门神呢，那即卖少年人是绝对袂拜啦，吼、哦！但是袂拜，家己就是爱道德德行做较好咧，人家袂来相催啦。地基主，吼、哦，嘛着了啊尊敬一下，准咱家己无法度伫迄内底拜，上无你嘛去参加一下功德发挥，甲地基主做一下功德啦。吼、哦，这嘛是会使用这个弥补的方式啦，吼、哦。今晚没想要讲啊，这道教内底，吼、哦，有啥物叫做以道为宗，一切学问以道德为宗旨的，举凡哲学、易经、宗教内底一定有命理这项，易经嘛，甲咱的命理有关系。宗教甲咱人的学习有关系，吼、哦，即所有学问，
最后要归纳出一个结论，唯有透过行善积德的途径，你才能改变命运，创造幸福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说，哲学也好，易经也好，宗教也好，命理也好，紫微斗数也好，它只能提醒你，但是不能改变你。也能提醒你说，你的命格里面路途，紫微斗数叠叠的，还是说紫平八字给叠叠的，你就知道说，你这个人犯什么，你要知道，你要自己去处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问的就是，最后归纳出来一个结论就是什么？要透过行善，你如果真的有问题，你要透过行善积德的途径，你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，创造你的人生。学问，我们常说学问，读得很高的人读到教授，但是教授也会做坏事，教授不一定不会做坏事，读到博士的也不一定不会做坏事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一粒真诚的心，不能破坏社会规矩，也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心有法度。你有多少，你有多少，当然你读书读惯了，你的智慧真高，但是你做有多少不对，参透在你的人生中里面，不是做博士就没报应，也不是说你读读硕士，或是说你是一个教授，你就没报应，同样你做不对，同样就报应。所以我们说，学问愈高的，不一定说他道德就很好，没读书的人，他不一定说道德不好，善良人也不一定道德不好，好业人不一定道德好，只要用钱去补也补不过，因为我们赚的是不应当的钱，我们赚的是无良心的钱，你用无良心的钱去做好事，同样扣分数。我们开交警、开保益，你在赚 大出大入，你可以当你起庙，你去给捐一千万、两千万，那个钱无代表是功德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怪别人骗别人的钱，提做功德的，完全无功德哦。所以讲，功德要出在人心，功德嘛要出在啥？处之有道嘛，爱财嘛要处之有道，无道之财呢，摕去布施，依然是无功德哦。所以讲修道，心不要向外持放，不要放逸，心要收回来，要注意力放在咱家己起起落落的心念顶端，同时要用于品德甲涵养。如果无这个真正意识到了这点，你虽然有修道啦，其实不明修道，虚度一生，咱讲苦死无成啦。修道要自我批判，修道不是批判别人，而是要自我批判。别人家的事归别人家管，自我批判才是本分内的事，是本分内底代志。懂得自我批判的人，会发现自己的罪，然后自于去改变，于是人格会战战的追求你一切的完美。不懂得自我批的人，从不察觉自己的不是，你都唔知家己唔对伫对，你的毛病都唔知伫对，你用你的毛病伴随你一辈子，还自以为是说你修得不错，迄样笑啦。人生就敢那民房含民同款，世间人只知影讲不识人生是大梦啦。咱一来世间就咧做含民的尔，民房过就结束咱的生命。人在做梦的时阵，梦中一切仿佛是真实。但你醒过来的时阵，你才知影讲，世间是假，梦幻而已啦。同样的，人在生的时候，觉得一切真实不虚；当死亡面临的时候，才知道大梦初醒。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讲世间难免，唔免想伤济。智慧的人，
在这个世间人生无望啦，伊只是用伊的实力去做，用伊的这个身呐、啊、去加强，为着阿拜巴退下步打算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尽职才会当长久啦。咱人世间吼，无尽职袂长久。咱人的变化，世间人讲变化多端啦，吼、哦、很难长久啦。更不要说什么叫做永恒啦。反倒转来是尽责任者源于你的义务，吼、哦，各自尽义务，各自尽责任，互守瘟疫。什么叫做瘟疫？有瘟又有疫，做一个有会报瘟的人，做一个有疫气的人。虽然他没有浪费，但是却在经历长久，你的人生观呢？所以人说小爱要把它变大爱。有人说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殊不知说让这个爱情甜蜜，让我们纯粹在我们这个世间，迷失在这个世间，消咱家己的斗志，何况啦？人生呢是苦涩啦，人生是苦短啦。新鲜的生活虽然无啥物啦，互你看无啦，唔知道新鲜生做啥，所以你唔知道神仙哦，讲人啦心清就那新鲜。但是因为咱人有所挂碍，你越约束，你的自在就越少。世间人，拢去予这汤干面甜吼，这感情的汤干面甜解放去啊。所以讲新鲜吼，将咱人间的爱转成慈悲大爱，博爱人民大地的众生，这种的叫做慈悲的大爱，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爱。吼，宇宙中最伟大的爱。吼，这段呢，我感觉袂歹啦。吼，是安那讲，每一个人拢有潜在的本领啊。重点是你有如实去甲你开发你的这个本能无？有的人无善用伊，每个人的使命有何关联？每一个人的肉体根基拢无同，因果业力嘛无同，这甲潜在本能开发应用，甲你的使命拢有足大的关联啦。所以咱常咧讲，咱要教人一步一步落实，要伫咧修行、修道、行道、正道、圆道、了道、了道，这顶顶的环境环环相扣啦，不得已啦，阿嘛无法度一一概全，阿嘛无法度讲，伫咱灵教的方，诶，这个方面啦，有足济点的重要关系，要甲咱讲，人自知自明是教导这灵依，咱的。互动，为教导，所以咱讲有经验的人，有学习过的人，如果你若无认清，你足容易就对了，错失了家己提升的机会。所以咱讲，你是咧讲教，你是老师，教学，你应该要借机提升这所有学生的人格，要提升这学生的人格，你才有法度呢，让这学生呢。在学习的当中有进步，后天呢的教育，咱爱去了解。现今的社会，已经是甲安尼来啊，这个区块呢，已经推动了太多的神佛，被很多的众生把它称为是玩偶一样了，一世界你拢看会到在跳动机的，一世界你拢看会到在做歌戏的，一世界你拢看会到遐个神高不离三种，互你念出来念的遮。咱的教，灵盘道盘，现在到即卖还阁未起色，就是因为对这个整个社会大众，大家看到的感觉讲，这甲新鲜，甲道理。甲道德经完全差伤远啊！要讲理无理，要讲效果无效果，和这个社会才愈乱，天灾地劫才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所做的代志无符合天理，无符合天道，所以咱今日才感觉足奇怪。
神都遐尼济，佛啊遐尼济，台湾全省所有神庙遐尼啊济，为什么劫数遮尼济？这甲咱人嘛足大个关系啦吼。来，咱今日是拜二哦嘿，咱拜二有开考祭祀，有办事啦吼。来，今日节目咱就做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